这样，你忘了装什么？什么东西？第一步就错了。啊，一个最早要装的东西在这边，装太爽。对。那现在怎么办？我用粘的。
你一定想说为什么就到这边卡了？我们就用了两天吧，可是就是一半一半的时间，就是差不多，我相信八个小时都在搞这根管子。然后它因为它是就像组装模型这样嘛，它中间直接半破，要无缝，然后要填孔，要补收缩，要什么？哇，光这一个前段就八个小时了。会不会其实真的用焊真的实车，就是焊接真的实车的排气管不用那么久，对不对？然后我们现在就稍微基础的试这个钛管，让它有这种烧灼的感觉，稍微基础测试一下，效果还不错。所以我是讲稍微基础测试，所以我会再把它洗掉。然后再重新让它全断，然后都一起去涂装，做一个更完美的上色。好，那预计还要再多久？我不是讲了2023年2月吗？最近蛮喜欢看到破万站，三个破万站，那个东西我欠着，我还没帮他制作。那这个你就点赞，如果又破万，我就继续赶工跟大家分享。OK， 那就这样，拜拜。